好看。首先点开 VV Cine 的网站，点击 Menu， 点击 View on Map， 这边就可以看到官方推荐的路线啦。我比较建议大家从环形码头开始，因为那边真的有很多非常值得看的。下面就跟着我的步伐沉浸式感受吧。左边的地图上会标明每一个灯展的作家和意义，我自己是用这个地图一个个去探索打卡的，非常有意思。全程八公里，记得穿好运动鞋哦。我自己最推荐的线路是从 The Rocks 一直走到海港大桥下面，在 Pier 1附近一定要去打卡网红球球，晚上真的漂亮极了。这种在 Heritage Building 上投影的灯展真的非常的出片，我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。饿了还有夜市可以吃东西。今天是灯展的第二天，人山人海。之后我们就是顺着百悦酒店一直往 Pier 1走，在这边看悉尼歌剧院是不同的感受呢。终于走到这个网红球球啦，现场真的无敌壮观，我建议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打卡哦。这也是我们今晚打卡的最后一个作品，之后就去 Chinatown 吃东西啦。如果你觉得好，记得把这个路线收藏起来，也去打卡吧。我们下期见。